有人有得到这样的教训跟这个方法？ 我就是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因为我之前以前在美国的工作是做房屋贷款，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全部都很会炒作房子，每两三个月他们如果有买卖房子的话，大概就20万美金的这样赚。哇，对，你就觉得说，因为我自己也在那个市场里面，然后你真的是看到身边朋友他们是真的有在赚这些钱，不是假的哦。然后我就觉得说 OK， 那未来嘛，我觉得说哎，我也懂啊，然后我就真的也投进去了。结果就在我投进去那个时候，正好就是10年前的那个房市泡沫化。哇！正好就下，然后卖价水，我就等了两三个月，冒泡，我的这个10几万就没了，就真的就是泡沫化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后来，我觉得那件事对我影响很大，因为那个时候突然这么多钱没有，我就很紧张。然后我之前花钱是还蛮挥霍的，然后那阵子我就会去大卖场，比如说买那种。大卖场那种很多那种一篮的那种什么 muffin 啊，或者是面包，然后我就这样每天就吃那些。后来有一阵子很不敢交朋友，因为我觉得我是受那个环境、身边朋友的影响，看到他们这样我也很想。然后我连那个就是看一些那个社群什么 Facebook 那些，我都不敢去看太多那些相关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会很可怕，我就不敢乱交朋友。那现在有比较就是睁一只长一只，比较不会被影响。有，朋友他有一个很好的好处，就是说其实呢，像我们自己有时候也蛮喜欢买东西，那我常常会有一个所谓购物团。购物团不是说比较说你买了什么我买了什么，而是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在买的时候，人家常会讲说，哎，这不是已经有了吗？30秒，他只要讲话够慢，30秒，我这样就会把你那种冲动给他往下走了。哎，我老公是不是在你那个团？所以啊，我们真的要物以类聚嘛，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好的典范，你们才是啊，要不然我们台湾不会经济发展。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变聪明，不会做错误决定？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是平常要多吃含色氨酸的食物，因为色氨酸它可以帮助我们大脑去合成一个荷尔蒙叫做血清素，血清素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抗压力，然后它会让我们心情比较愉悦一点。那这边我有列出来含色氨酸比较丰富的食物给大家做参考，像是奶类啊，然后鸡肉、牛肉、鸡蛋等等，一般来说就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里面都很多。那我这边就提供给大家几种料理你可以选择，要calm down就是放慢速度以外，你可以去买一杯香蕉牛奶来喝，里面有比较多的色氨酸这样子。那再来早餐的部分，你也可以选择像鸡肉蛋三明治，然后平常像滑蛋牛肉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料理，都是色氨酸很丰富的食物，吃下去比较不会那么冲动。哎，我这边补充一下，其实这个色氨酸转变成血清素，它其实在性的这种协助上面，它是很有帮助的。那一般来讲，对我们的情绪低落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性欲。那你就发觉说，哎，其实如果你可以提升你身体里面的色氨酸，我们常常在讲那种香蕉嘛，它里面色氨酸转变成血清素，它对于性的能力是有，还有欲望是有帮助的。所以吃这些东西是会降低你的购物冲动，但是会提升你的性冲动。我们来看这个状况是什么嘞？面子气势绝不能输，发下狂语要做某件事情，但后来不能输，不能输，不喜欢输的感觉，对，是不是？是，来叫老公 never come back， 哦，帅，是不是？狂帅。我前阵就跟他吵架，但其实就是一件很小的事，我其实已经忘记为什么要吵架，但当下就是我母羊座就是一个气头，真的，然后我就一直噼里啪啦一直骂他，然后他就说，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太不冷静了，我们没有办法理性的沟通，这样是没有用的，我先出去一下，等到你给他冷静了之后，我们再好好的聊。他就打开门就出去喽。那你知道母羊坐在气头上，我还有很多话没有噼里啪啦还没吵完，怎么可以离开呢？老娘没叫你走，你敢走？不回来，有一生都不要再回来。我还想说，房子对，我还想好了，房子是我的名下，孩子虽然是英国籍，可他们在台湾你也带不走，这些我都想好了。然后老娘现在就拿行李箱出来。然后我就把他高级就是开会要用的衬衫跟高级的西装，我就丢到那个行李箱里面，想说你丢他的衣服，对啊，我说不回来就不回来，那我东西我就帮你包一包，我包起来之后我就拿到楼下大楼那个资源回收室，哇，然后我就觉得心情好很多，我是不是很狂？你真的很大胆耶，对吧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气好像有点稍微比较平顺，我就坐在客厅想说啊，那不然来做一点什么之后，哎。
我老公回来了，他打开门哦，而且他带了一袋，就是我本人很喜欢吃的那个餐厅的外带。哇！我觉得你刚刚是不是就是因为我饿了很容易生气？他说你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吵架过了你吃饭的时间，所以你那么生气？那我们就来吃这个。那我是心虚，边吃的时候边就是支开他说，哎，那边有什么你去弄一下，立刻跑到楼下，我给你搬回来，被收走了。资源回收日 ，Oh my god！ 真的就夯不啷当，他就收走了。我还去问管理员说，哎，那个他就说，刚刚不就你拿下来，他们就拿走了。完蛋了！而且我还在楼上哦。然后我就上去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老公，我就只好从实招，因为他真的已经拿走了。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刚刚因为真的太生气，我就做了这件事情。结果他没有生气，他就跟我说，他就很冷静地说 ，I knew you would do something like that。哦，他太有尊严了。我早就知道你这种人个性那么差，你就是会做这种事。我就中箭，你知道，我就想说想骂他，可是我嘴软，我的确是这么坏，而且他也没生气，我就更内疚，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，就是我会帮你都买回来，可是我丢的都是贵的耶。过几天那个大楼管理员穿得很像他。对啊，人在气头上就是会花钱要消灾哎，我也有一个，这个真的我到现在很后悔，我就讲了，钱不是问题，这一摊我买单。对，对，对，尤其在众人面前。告诉我怎么样激怒你，快！因为我很少见过我老公的亲戚，然后呢，他跟我讲说他有一个亲戚他不是很喜欢，因为很爱比较，所以他才都尽量就是很少参加聚会。但那一次呢，是阿公抱孙嘛，很开心。然后就约了所有的亲戚要吃饭，就约了两包厢里面就坐了两桌这样子。那等到呢公公就是吃完准备要去结账的时候，他要拿账单要先去买单的时候，突然那个爱比较的亲戚呢就拿过那个账单，他就说，哎呦，这一摊吼我来请，他就说我来请，因为啊我家儿子最近刚升主管，而且他老婆又是吃铁饭碗的。哇，然后他就接好这样就算了，然后下面又接着就说，像你同稿有一搭没一搭。像那个，他就讲了我老公的名字，他就说他也就只是一个业务，然后也不知道就是薪水，只是一个业务，对，只是一个业务。这个来哦，他又说，然后媳妇，你看媳妇又整天在家闲闲，就只是家庭主妇在带小孩。哇我听了不知道为什么一股脑就觉得非常的火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发了什么声音，我就立刻站起来，然后我就立刻从我公公手上拿过那个账单，这太气了，爸爸不是早就说好了这一餐是我们要买单吗？说而且我看大家刚刚吃的好像感觉还没有吃得很开心，要不要再多加点什么？我们再来一个蒜香龙虾，还有这只熊大闸蟹，蚂蚁人一只。哇塞，你真的好火大！不是只在家，我有在赚钱，我来请大家吃，来我们再来开点酒助兴，大家难得第一次见面，这样就很霸气，当下觉得自己很帅哦。然后坐下来之后，我老公还偷偷跟我老公不是用讲话，他用传简讯，他说要不要这摊我帮你付，我就摸摸老公就说没关系，结账的时候看到账单我差点腿软，50000多。很没骨气，打电话给银行说，我刚刚刷的那笔要分期付。好香，后来就等于是真的每天都吃的。哎，我想问你们哦，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亲戚，你真的会很火吗？你真的会想要付钱？会想抢过去付钱的举手。我老公会哦，我会加点大闸蟹让他付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就这样说，你们是哦，你好棒，你怎么那么会赚钱？我好像没有吃太饱。吃两只大闸蟹，对啊。说很有说服力，对啊，而且我还可以吃八只大闸蟹，对，这就是我不会让他付，对啊，就这个分成两派，一派就让你付的够，然后我要喝一点口水，想点酒可以吗？嗯，就是哇，你真的好有钱，你怎么可以那么棒？香槟王，我学起来，是不是？对，可是没关系，至少你赢了面，没错。狂到那一刻没有错，铁饭碗算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人格特质里面有分 A B C D， 他们就是非常典型的 A 型人格特质嘛。你说像佩姬这种？对，像佩姬这种，他是 B。那像我们的话，都一定是 B 型，我们一定是遵从老二哲学的。反正你老大永远就是老大就对了，这样子，因为死的人呢都是老大。我觉得这种线索很深。对。
他们会有一点，就是说他们是输人不输阵，在外面时候，每天早上起床，他们永远想的也就是一个观念，就是不能输在这一点。24小时，他们可能有48点，每一点他都不能输，就是造就这种 A 型人格的人格特质。但也是因为要谢谢他们啦，让我们可以有出路。谢谢，谢谢，好多谢谢。我们就是你知道，连红灯变绿灯，我都要第一个起步。非常典型人格特质，他们会有完美成功五年。那你要想，其实成功人需要这样的特质。那我们也给他们拍拍手，因为他们这种特质很强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过得很安逸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啦。我们人本来就有不同的层面，但真的他们就会影响到身心健康。王医师，对不对？听温迪老师的话，先停下来3秒钟。等你3秒钟，不要跟50000块过不去，懂吗？当你想到3秒钟，但是很难就难，个性就在这个当下，你的交感神经极度兴奋，告诉你我现在就是神力女超人。哇，对。可是这样下去，你的血管收缩，血压上升，万一你真的身体不是很好的话，一眼看到孬穷毁。而且你有可能是在看到账单的时候孬穷毁。Okay？这个当下啦，我们其实做任何事情哦，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情绪起伏太大了。花个50000块买一个这种经验，总比后面那个花的可能。为什么要看我？后面那个，别忘了订阅妈妈好神 YouTube 频道，还有按下铃铛，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哦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，欢迎点选旁边这些影片哦。Yeah。